所以好像面向不太一样，比较另外也是有时候比较有教学的味道。然后那这几年 EPCHR 都是在一间叫做东京工业大学，也就是东工大，但是它的校园很漂亮，就是工业大学，但是哦对，这是那个当地的去有那个。后来一转淡金，哇塞，可以转到像上面那些东西。台湾可以买得到吗？我不知道，日本卖的那些真理其实台湾做，台湾委托台湾做，台湾委托大陆做，这样的。台湾公司。这是我转到的三个，都跟Pro一点关系没有。哈哈哈哈哈哈！不知道。 不知道要不要再花300块台币？300块台币。OK，然后也有一些，有其他人那个自己做书自己卖。NG大全，这个是自己卖的，这不是出版，是他自己卖的。这很难。假装成那个是山寨版。天哪！3333台币。这是所以，Reverse Index。 他做的超完整，你瞧得到都找得到，太厉害。解释一下什么是 APM。对，我不清楚。OK，就是如果大家可以现在上那个 search 的 CPM 导入打 ACME 找这四个字，你会看到大概可能有300个 module 是在这个 Netflix 下面。那如果你仔细一个一个稍微看一下说明，就会发现你搞不懂这个到底是在干嘛，因为都乱七八糟的。那没错，这个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就是任何你想到一个什么很好玩或者很糟糕的idea，然后或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话，你的妈祖名字全部就加上APM，这样，就是一个那可以说是异想天开的，对，恶搞的，像是把你的城市马变成双股螺旋之类的，对。OK，Come from， 你知道 go to 大家都知道 go to 吧？对。那 go to 反过来就是 come from。是啊。用 go to 的话，就是你想说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要跳到其他地方去。嗯。用 come from 的时候，就是说这一行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执行到那里。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叫 XBECMA， 大家都知道回文嘛，大家都知道回文嘛，可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种正的念跟反的念一样的东西，那用了这个 module， 你的程式就可以正的念跟反的念一样，就是当这个 module 要这样用，一定要先写个 module。你会结尾在后面，就是先写上面，它会自动帮你反转一次，然后之后就用那个后面的程式。哦，对，你先写这样，然后执行完之后，它会把你自己的 code 改成这样，然后所以你的code就正的念跟反念一样。但反了之后也是还是可以跑的结果还是跑的结果还是跑的结果还是没错，或者是。所以它解析之前，然后再把你。这是不错的作者，好玩的。Take me order，你这个东西是在那个吗？哦，这个，这个，这是这个吗？我记得有一个号是那个，We don't do pro，那个。哦，它是按照每一个国家来统计有几个CPM author，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如果就是那个，如果是荷兰的话，一定是零。对。就是，视觉化的城市设计，是视觉化的城市。总之，这些都是可以执行的东西。这个落手很经典啊。
我可以缩小一点就可以比较看出来大家在画什么。那一个 Larry Ward， 这是唐风，这是这是 Carol。Bleach， Bleach 也很酷。Liquid Bleach 是你把你的程式换成全部是空白，但它还是可以执行。对，全都不可以。就是，你的程式在经过 Liquid Bleach 之后，会变成只有空白字跟 tab 跟换行，对，这三个字源。所以印表机印出来是没东西的，所以就漂白，就变漂白，对对对。OK， 反正就是像这样的 ，Acme 是一个。像这样的 namespace， 然后有人就把它编成一本书，就全部把那个每个 module 是干嘛的，对，说明，然后而且还全部翻译成日文，然后就变成一本这样的书，大概有300，我想应该有300-400以上，然后这本书去年出了一版，今年又出了一版，我买了去年那一版，然后今年就不想买了，被恶搞了是不是？就是好像没有必要买两本，觉得不该把生命浪费在这吗？OK， 总之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一些讲的文片的照相，就是其实，我觉得 FA 讲是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大家讲的也非常认真的，然后可是又非常好笑，然后有那他大致上过去几次都是办了3天的。正确的都是2天2夜，就是两个晚上有活动，两个，然后但是也有两个整天有活动。虽然其中有一个晚上只是在吃东西，这是喜酒也是讲在讲运动。然后这是他们大学的那个大讲堂，非常大。然后也有一些在比较小的教室里面讲。然后我觉得最赞的是他们的校园里面的那个树。的环境啊，就是树旁边都直接有吸酒。那个是吸酒吗？我好想好想照 tag。这是今年还是去年？这是去年。我今年照很少照片，所以没有去年。哦。哈哈哈！贴纸的数量是大。作弊！作弊！这是去年的高价，我们去年吸酒。我在去年的。这也是去年的，这都去年。今年天气好，然后会有这种画面出来。哦，这是今年的。这是去年，不过不一样。对，然后那个这个是第一天晚上的大家吃饭宴会的样子，有奢侈的，其实还好。那个好像我记得是6000块元，是吗？就是一桌吗？没有，每个人进去要吧，2000还3000，一个2000-3000的，3000的，反正。好像变成一种传统，就是大家conference 完都要集中吃东西。那个酒喝超快的。对啊，在那边就是那个酒都消得比吃的还快。日本人喝酒真的很厉害。他们有的桌子一直在喝酒，但吃都不吃，都没吃。然后，照惯例上是开完 conference 都要聊一个钟，然后就去摩根家里。胡闹一下，是今年的一些照片。我们那个时候刚才没什么照，就照一堆人打电脑。然后这个是单口买家，这是去年，这是在单口买家。那个穿睡衣的人也是单口。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夸张。哦，它的书很夸张，那个而且是两层的，这是两层的，就是像漫画一样，对，可以移动，可以移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后面还有一个小梯子，可以给你爬上去。自己家里有这种书柜，真的超爽。对，然后他喝醉了，他那时候喝醉了。我记得那天就是我跟西九一直坐在对面，然后这个是 Tom Miller， 就是他写了很多关于 HTTP server 最近的
最近 Pro 有叫 Plague 的那个 HDV 的 Middle Layer， 对，他写了很多关于关的东西，然后他那天就是讲 Moves is slow， 就是他前 Moves 很慢，大概讲十次吧，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一直插鼻子，那总之就这样。那总之我觉得，我觉得 Yoshi 基本上就是搞得很好玩的，那实际上在讲什么，可能好像也是次要的，就是大家很欢乐的 meeting 一下的。那他们现在说2011年已经在筹备了，就非常积极，听说在找一个要可以一次做800的场地，不知道，不能又不能来中研院。OK， 那他们今年有把所有的录影，我几乎所有是讲者说可以释出的，就放在 YouTube 上面。那他们有开一个特别的账号，这样。不过因为这边他们要把它砍成10分钟、10分钟，所以在这里要将就着看。那所以我觉得有兴趣可以特别去看一下。那今年的 Keynote， 今年的开场是 Level， 我觉得他今年开场非常好看。很多讲日文，对，讲日文的就比较难懂。不过我觉得他们录的不错，就是他们会特别把荧幕照得很清楚，觉得还不错。然后声音处理得很好，显然是专业的，是蛮可以看的。三个 track 大概两个都是日文，然后对，大概有三分之二是日文。可是也蛮多人就是做英文口音。你不知道他们会在笑，就是。好了，那我在这边就是这样。那如果要看很多其他人照的照片，就是去 Freak 找 Yves Asia， 或者是 Yves Asia 2010、2009这种 tag， 都会有很多很搞笑的。好，就这样。好，谢谢 Guga， 谢谢 Guga。有没有问题的？跟我们精彩分享 YPC 的东西。那接下来是讲我们大伟有去了一些礼物，有没有想要的？因为大伟突然间把丢礼物的责任给我，所以来想要的举手，我们竞标好不好？啊？怎么竞标？怎么竞标？怎么竞标？有没有可以临时想到一点好玩的？问问题。什么？抢答，好抢答。没有，就是你一个人，你要就是讲出一个 cinema 就，然后你还说下一个人就要最后一个，如果你要再竞标，就要最后一个字，选出另外一个 cinema。还好我是主持人。好吧。那我们从这个开始好了，因为它是一个实体店，它是 already， 所以从 Y 开始 ，Y。什么？不是要马九的，所以那个叫什么 ？YML 是不是？哦，对，有叫 YML。好好